师傅按的。呀！三。哎，这个也太丑了吧！这个啊啊啊！嗯，来，我们。日常美照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哎，上皇上宴，上宴哦，音乐女神很正哎，大加分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弹钢琴，真的哦，音乐师大音乐系哦，师大音乐系，音乐系的，哎呦喂啊，来，突袭一下，太漂亮了。比较帅耶，真的，这样辨识度比较高。对对对，不要戴口罩了啦，不要戴口罩了。绝对不是黄尚彦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所在地就在大家河滨公园。今天听说呢，音乐女神黄尚彦会来这边，她好好的琴房不待，她来河滨公园干嘛呢？竟然是要突袭她，我得先乔装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就看看他到底要来这边干什么。哦，是他滑板，不是？啊，他用滑板，那我等一下怎么处理？你有帮我准备什么交通工具吗？没有，你要自己想办法。好，那相机赶快给我追，太难追了吧？哇！真的，哇，这个曲线太扯了，太扯了，这边已经在抗议了，开始在抗议了，对吗？不行啊，这通告太难赚了吧？不是，你那滑太快，那个我想个新招，等我。于是饼干决定给他一个惊喜。好累。终于堵到你了，终于堵到你了。替我拍两张，快走了，走。我想问的每个，你是谁啊？真的。一起来欢迎黄尚彦。来庆祝这个团结！怎么你变主持群了？太夸张了！什么？你们真是猪八戒，整个都站起来！女孩子怎么回事？女孩子，先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，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尚彦。不用担心了。你觉得你平常的装扮好认吗？我朋友他们是说还可以啦，因为我有一次我在按摩，可是按摩的时候不是都会超丑的嘛，就是会闭眼睛啊睡觉，脸上都是压痕，然后动作还会被师傅拉得很丑，然后结果我回家以后，男的女的？男的，哎呦，男师傅，对啊，就指压的时候，男师傅，完了，师哥，我的哥怎么办？我你知道宪哥也有在做斜杠吗？他就是很会压，我就是一个按摩师。太扯了！上次是摄影师，越来越扯，越来越扯。按摩师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安全是不知道女师傅都是裸的，很多很厉害的指压。哪一间？你跟我讲。很多不要去，不要知道，而且还是指压。宪哥就会在那一间哦，对，会等你。这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？你我不会，安全是不女师吗？男师傅按你 OK 吗？不行呢，而且是给女生按。我是男师傅，我也绝对不会按你这些美女。真的吗？对，你只会挡住啊。太远，不是，因为男师傅按你们的话是他要给你们钱吧？对呀，还是要这样可以吗？我
光琴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已经对，我都习惯是女士服，因为我们都是做全身油压，脱光，对，要脱光，脱光的，有时候那个油压要这样一路推推推推推到这里，所以有时候会穿内裤，正面会害羞。你讲一下，我们去跳，对呀，我蛮爱给男师傅按的。呀，他们力道很够，这个要练。那时候就是回家以后，就居然收到一个私讯说，哎，我是刚刚服务你的那个师傅。哦，然后呢？靠，那然后他说什么？那就没有，他就只是跟我讲，还留电话，还在通电话，那根本就是在开拔，一定是啊。后来有后续吗？你有跟他联络吗？我没有回他，我觉得我刚刚太狼狈了。哦，对啊。哦，好特别，有非常我爱。抓！射光！射光！射光！一二三！哎，这个是看到饼干，看到饼干，这蛮近的，看到饼干，我觉得可以。那也太丑了吧！这个 moment， 哎，这个你们心服口服了吧？是，我服务。他们刚刚都不讲话，这样子 OK 啦。我刚本来心里不平衡，他们刚刚三个有多气，我刚蛮生气的，想说怎么拍那么美？对啊。嗯，来，我们哈口无言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哎，突然一片安静，早上看到房东太太都没有这样子，好，你们三位，一二三四，四位差最多的，你们研究一下，哇，研究一下，好不好？准备要颁奖，差异最大，双面装。装甲怪，装甲，双面装甲怪，装甲，这蛮过分，机动装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海产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是，这海产决定，还这个我们的票一致通过了，就我们秒选就是我们的上宴是我们的双面装甲甲怪甲怪，双面装甲怪甲怪，好，得奖人得奖黄上宴。可以。